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。等等早晨，我们要一起起立，我们要来敬拜主。那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敬拜主。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。
奇妙，带我重回天父的怀抱。在今天早晨，我们要向天父唱一首爱的歌。不管你今天带什么样的心情来到教会，是忧愁，是喜乐，主啊，你说过，凡有劳苦重担的来到你前面的，向你叩门的，你必为他开门。主啊，在今天早晨，我们的心要全然的向你敞开，我们要向你唱一首爱的歌。拯救我，擦去我
伏在你的面前。主是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你的救恩更是我们的盼望。主，我们要在每一天都从日出到日落一直来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心更坚定于你，我们要一生一世与你同在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十字架上的爱是一个荣耀的记号，你洗净我们的罪，脱离我们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能够穿上公义洁白的衣裳。主耶稣也因着你十字架的爱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奇妙，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天父你的怀抱。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要不停的歌唱，歌唱你十字架上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更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每一天每一夜，我们要宣扬你给我们的恩典跟怜悯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永远不离开你，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你。主耶稣，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，你将我们内心的羞愧都擦去了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永远不离开你，也让我们的心因着你做一个新的改变，让我不再像从前，让你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。因为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，献上荣耀在你的面前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。